Music bites. ，麻烦开快一点。啊，好。给您添麻烦了，我是苏慕云，我来领他回家。在这签个字儿。你怎么来了？别废话，赶回家。以后啊，要是想住校，就跟学校申请，不要大半夜的闯宿舍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啊，他不住校。 我们家离得不远，行了，签完字赶紧回去吧。行了，赶紧回去，以后注意啊。 闹了，先回家好不好？爸妈都着急了。我没闹，那是你家，不是我家。我已经没有家了。小峰，我来接你了。 来干嘛？是我让他来的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本来不想要麻烦你的。 你打算去哪儿？你先回家休息吧，我能找到住的地方。公园长椅呢，还是桥洞底下？我知道你跟苏家的事情比较复杂，也知道你不想用他们的钱，要不你去我那儿住两天？啊，不用，还跟以前给你补习一样，要报酬的。 我呢，缺一个厨师，学过医的最好。你先去我那儿住两天，等找到合适的地方，你再搬呗，就当是照顾我了。那我就暂住两天。好，你的厨艺没退步吧？好吃到你哭啊！嗯，那我开始点菜了。嗯，我要吃。 我在网上查了个食谱，你这个月就按照食谱吃，把胃养好。